国外国内都在竞争这一方面的一个课题的突破性，我觉得也是那种国际上的光芒。搞错了，再来。不是单个某个人的努力的成果，是一定是整个团队员工的努力，整个团队的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分开的。KO， 这意味着癌症治疗将取得革命性的突破。可是老年人。见女主第三名，由王七天领导的原计划项目，在上述癌细胞的端粒酶研究上，已经获得了革命性的进展。一脚把你推！好，暂停。小妹，好久不见啊，真是想念啊。女主准备开第二间快消酒。这位大哥，我们这边快消是不会给你。给得起50。要造福人类，为大家谋福利，然后去做研究。这个家是艺术品，让我们的国家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能够更好的带来资源，让他们看到更好的前景。邱佳宁是抱着一种为中国科学家争光争荣的一种态度，从国外的这种先进的条件回到了我们国家。作为科研人员，不能做下属下的角色，这个结果只能这样。剧本里面的一段台词吧，科学也许是无国界的，像伤风感冒一样被控制住，要造福人类，为大家谋福利，然后去做研究。欢迎亲自来见证人，首先可以造福，在就是不这么正当的人手里，他可能是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发展的方向。本计划他们在开发初始就被定义为普罗大众可能，只才刚开始接近邱佳宁，就是为了窃取原计划的位置。这叫老虎吗？让我们的国家能够为自己的科学家能够更好的带来资源，让他们看到更好的前景，他们才愿意回到中国上班。作为科研人员，能够做项目是下一次。每次技术员去喂药的时候，每次都是你去。就是中间也怀疑过床山，他一产生怀疑马上就去查这件事情，就说明其实哪怕对床山有好感怎么样，但是工作还是摆在第一位的。刘佳宁是抱着一种为中国科学家争光争荣的一种态度，从国外的这种先进的条件回到了国内。就算今天我为你死答应你出卖了你，后来发现床山欺骗他，不管是爱情上还是工作上都是在欺骗他。黑暗的时候陪在我身边，现在时间不行，中国人将在这一领域永远是一片红海。引用剧本里面的一段台词吧，科学也许是无国界的，但是科学家是原计划会提炼的大学，只有一半了，我们的友情绝对不会输给时间的距离。你就经常跟家新的家人去，没有抱着想跟这个人做朋友的心去。他觉得从邱佳宁的妹妹身上可以套到更多邱佳宁的信息，但是呢，他也就是想一想，跟他还是觉得有情可以转，慢慢就是原谅他。佳宁就是其实有一些自责的，就因为他，因为邱佳宁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私人感情的问题，导致影响了原计划的进度。这个过程里，他觉得嘉欣是一个简单然后可爱的这么一个女孩。我觉得真的是很欺诈了，我为你付出我把你当真朋友居然在利用他。当时就是回不过神来，就很懵，
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三星还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，她觉得别人肯定是有原因的。